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东方，我们苏和圣贤教育200年，前面100年苏和还有说的人，但是做的人很少。后面这100年，民国，不但没人做，说的人没有了，连讲经的人都没有了。我学佛的时候，可以说讲经的人没有了。出家人讲经啊，蜻蜓点水呀！在台湾还有一些讲经的老法师一年请他来一次，讲一个星期，讲半个月，他一年能讲几天？顶多两三个庙去的，他一年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2个月，12个月，有10个月不讲。在家居士讲经更少。李老师讲经，一个星期一天，一年。大概是45个星期，因为过年过节放假，一年不到50次，一次1个小时，一年不到50个小时，他2个小时，1个小时翻译，所以实际上1个小时。我们就晓得问题出在哪里。